到花莲，直到长滨，嗯嗯，几乎全部都是都很美，都值得去。对，啊、我这次我自己的研究酬劳我也全部捐出去。第一次去台东，所以很期待。我听说台东风景很美丽，啊。朋友们很美丽，希望大家可以用你们的行动来支持我们，所坚持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，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太好了。